我退出意味着什么呀？三人小鬼是不是啊？三人小鬼啊，所以我一点退出是跳一个圣诞就可以了。来，那么这块儿看笔记来，这里面有现成了，咱们写个 serverless 行了，按照这个 serverless 是不是 log out 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把这用户是不是 A 标签得改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跳到 serverless 里面就两句话，看到没有？分钟搞定的事啊，非常简单。来，哎，这里面我得找的那个标签叫什么呀？退出。那不在这里边，应该是 welcome 是不是啊？退出是不是这个？来吧，那把这个斜杠他先拿过来啊，把这个呢复制一下啊，Ctrl+C 放到井号前面这儿是不是啊？来 log out 啊，新建一个 serverless，来右键新建一个 serverless 啊，哎呀。Hello, GN，那不是 log，直接 out 啊。Log, out。斜杠。这 O 是大写是吧？嗯，后边小写啊。行。看一眼啊。啊，是小姐是吧？来吧，那这块儿是不是两句话？req get sion invalid 是不是啊？是，哎，三十，小鬼，然后跳到哪去啊？对，其实没必要 request 是不是啊？send redirect，哎，get context 的 path 加上 log index 啊，往上跳，跳首页行不行？我不一定退出了，我不一定退出，我就马上到登录页面啊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就两句话，是不是？真简单啊。刷新，有没有这？回退，没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的账户先登录汤姆一二三，对，三三三了哈，汤姆三三三登录，我的账户修改是正确的，对不对？来退出，啊对，这个没改是吧？哎呀，我大注意啊，我这不是框架结构啊，我这不是框架结构啊，就是这俩是一个页面的啊，我刚才这个是。啊，拿下回退，我是不是这个页面啊？他改了，但是那个页面他没改啊。然后先退出一下来，是不是出来了？这在我的用户里面，是不是还得重新登录啊？那你这个怎么办？我刚才是这个对吗？我是 modify 的这个页面，modify 是不是这个？那个改了还不是 make content 这个改了，在 modify 里面没改啊。所以这个 make content 这里面的值啊，我是不是也得粘过去？一个是 log out，我就直接 A 标签拿过去啊，Ctrl+C，还有谁？这个里面，这里面是那个 A 标签在哪儿啊？是这个，Ctrl+V，还有一个啊，马小看看是不是上面有一个叫用户修改这个？来，Ctrl+C。用户修改这里面，用户修改是这个，这个也得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俩你看啊，这边这个页面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和这边这个页面的都一样，是不是啊？
所以你这俩都得改啊。我改没改过来呀、啊？改过来了吧？好，那你啊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啊。老高他两句话，这个啊。